我这一趟来，真是挺唐突的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对不下。麻烦肯定是有的，但还是得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我真是没用啊，话都说不清楚。嗯，小木，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，本来是想回国再跟你说清楚的，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在这儿了。 我还是直截了当告诉你吧，我们不合适。你这是正式拒绝了我，对吧？你别这么严肃嘛，我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。 我知道了，那就祝你在这儿工作顺利，啊，平安归来。你也是，一路平安。就不能拥抱一下吗？小贝。啊！贾家梅。 你是跑不掉的，废话，让他们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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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张小北，你逃不掉的！住手！别过来！滚！滚！滚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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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站住！站住！快上车！站住！别走！别走！站住！别怕，警察，你是你海航吗？OK，OK。你。 你好像受伤了，我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啊！啊！We need help！